可惜，错斩了。嗯。而且怎么想也不会先丢，如果要做死虫也不会先丢你哦吧？对啊，觉得还蛮基本的，自己这样认为啊。至少你攻击力 buff 上去还是赚的，不管怎么想。对啊，你有的奥义要吃效果绝对是后下，也没有卡场的问题。嗯、对，没有卡场问题，我觉得他是纯粹打错啊，就是。人太紧张了，哦，对方直接压警官了，就是逼你说你一废不能不死游行哦。哎、欸，还有剑皇哎，我看什么？好好嗨哦！所以他是尼欧剑皇 ，cool， 难怪我觉得他的进化比我放的还要少很多，他就是放了剑皇，然后比较属于。可剑皇其实也是一张进化，对不对？真的要这样想啊？对对对啊，对啊，真的要这样想吗？他好像也是一张进化。嗯。而且甚至他的进化是可以解很多东西的。不过啊，我觉得他目前的进牌还不错。然后王木嘛，进牌不错，三费王木，四费莎莎，节奏都有打上去。一张迅捷的剑士去接。可是他这边。可能要不能打王木喽，要去保、哦，那就要机遇啊，那就机遇再涨一张剑皇，涨剑皇吧，机遇剑皇，而且他一定要抽抽的剑，涨王木还是用白鬼吧？我先白鬼吧。如果要涨王，我如果要涨王的话，要用白鬼。真的假的？好了，也行啦。觉得这样感觉怪怪的。是有点危险，怪怪的，因为他这边没有做到场面有。这里禁止冲劫场。啊，可以。哎、欸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没有。他这样做就表示他这里会想做莎莎、啊，不然的话这样做。对，可是这个必杀就很尴尬。对啊，我觉得不好，所以他可能要变成是狂欢进化劫。对，然后机遇。然后撞掉那个亚瑟，点掉亚瑟，然后不解必杀吗？嗯，必杀放着，说必杀的人应该跳起来直接打头。对啊，因为跳起来直接结场了。嗯，跳起来，然后艾米莉亚直接下来空下就好，没关系。嗯、哦，跳起来还是选择，他还是选择艾米莉亚。哦，是啊，哎，真的哎。哦，因为他有抽到戈尔德啦，他想要过，他想先过牌再决定。这样也是蛮顺的。哦、嗯，可他要选择他是不是要跳葛莫勒？哎、欸，不，要跳封神呢、啊？没有，差一，他差一。嗯，那我觉得应该要送戈尔德了。他、啊、这也很尴尬，酒吞会吃到墓地。可他打狂欢又不是很好，我觉得啦，可能是酒吞进化戈尔德撞掉，然后打向导抽酒吞撞掉六二。没有啊，他现在五费啊。哦，我刚以为六费，没事。你们刚刚当没听到？没事没事。那这样就是仗死剑皇了，可是仗这个剑皇只会抽虫子。对，没错。格莫瑞也是可以，他还有格莫瑞的话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他还是尴尬，他没有给，他没有，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场面和那个哇，没有，他这边给仗爆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下一回跳格，就变魔术了。再涨再涨，然后进化，葛莫瑞自己来，好像也还好、哦。嗯，反正等一下球喷下去都是回原。没有，这边感觉又会被控了，又要被控跳格了。今天好多次都被控跳格、哦，对，又要被控跳格了。对，那这样很尴尬。不过这一只很嘲讽啊，也不知道要不要解。没有，可是他可以自己手嗨啊，来来来，他手嗨然后酒吞二四。
走开。对啊，还是回满，所以没什么差。可假如他要走开的话，他死灭不好降到什么？对啊。哦，对方他走开就不好降。哦，他对面直接帮你，哎、欸，嗯，哎、欸。没错，啊，哎、欸，哦，他不想卡场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等，他不想卡场，他那干掉，他不想卡场吧？哇，结果他没葛莫瑞，还是先打九吞吧，九吞吧，你要回啊，然后进化之后用灵魂向导抽牌。吃个莫瑞抽牌，要不要直接机遇啊？机也是可以的。我觉得抽牌是必要的。再一张他的牌都很尴尬。再一张机遇。嗯，这个可以先解，没关系。嗯，再一张机遇。我是觉得抽牌必要。向导这里不抽，你等一下也蛮尴尬的。就抽葛莫瑞，对，他先抽葛，然后机遇再去站抽进来，看哪一张比较烂，再抽。对啊，看哪一张比较烂。哇哇哇，你这样不错。可你又可以吧？我觉得你又可以。哦，可以啦，可以站你又啦。你又可以站，因为你手上最左边那张已经有刷过泡玉了。哎、欸，这样他下一回合有没有可能直接开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雨啊，狂欢可以开。我知道他会叫剑皇，但是对，好像我没办法酸雨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，他七飞啊！哦，对了，对啊，没事。对，七飞啊！我每次我现在一直都当作有多一飞，尴尬。没有啦，皇家这里铺起来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解掉。嗯。只是说问题在你解掉之后，你要做什么而已。他大概是爆能七加灵魂向导抽牌，继续抽。抽爆哦，九吞欸，蛮尴尬的。他可以就进化大头，他前面有进化过九吞吗？哎、欸，有啊有啊有啊。哦，那就进化大头啊。对啊，进化九吞大头，向导还是得打。嗯，我突然觉得他可能会加盾的。对啊，蛮合理的。然后进化莎莎。进化莎莎加盾，然后可能会考虑过一张牌，要再过吗？还是放着？啊，过，可能会过，我是觉得他会过，那就再抽掉啊！我就抽掉王木耳，啊，不抽、哦，好吧？我觉得抽可以，反突然间暴毙啊！是的，是两张的奥义的卫灵，解放奥义卫灵有可能暴毙。等一下，他的位置是不是有点危险？他的位置是不是可以做事啊？嘿嘿，等一下，休战期，他的位置有点危险。他的位置一张有解放奥义啊，一张等等就是九点啊。还能创造奇迹吗？两张的死冲。两张死冲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死冲加尼欧可以。对，死冲尼欧斩了、欸，而且刚好两只虫子给你送。啊、拜托，不要再打错程序、就没事。死冲尼欧结束。死冲尼欧四五啊，一只二一先撞啊，然后尼欧开，14-16加尼欧18-20刚好。哇！恭喜结束右手最后的死冲，最后的死冲，上一场掉了，这一回逃回来了，继续太神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